这是2006年章子怡和老外男友恋爱时的甜蜜合影。富豪老外为了抱得美人归，他不惜花费5000万再给章子怡在北京买了豪宅，两人在一起3年。就在章子怡想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花心老外却在外面沾花惹草，章子怡狠心离开了他。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离过3次婚的汪峰因为一次小意外顺利抱得了美人归。